三四分钟。今四点半，食一个点心的炒面，然后这然后一直比较奇怪啊，我大肠。这个比嘛爱吧。这你说我嘛在家呢，我这大肠蛮多的。对啊，真大碗呢。臭豆，伊两个叫臭豆腐啦。你的臭豆腐敢好食？差不多。差不多啊。看起来敢若，看起来敢若做正啊。要，因为他都没有看到导游，导游都在下面。哦。啊，你这炒面嘞？这嘛不叫炒面了，这个五十三已经把全都包了呀，应该叫罗马面吧。哦。哦，我这。我这等下，我这真大碗哦，这大肠真多，但是食还较酸。嗯，哦，我了这真大碗，这一碗贵的七十。真，那这七十，我都不注意看。无贵啦，啊，但是无伊面多，啊面线嘛真多。嗯，大肠看起来顶管一堆啊。嗯吃起来就较酸啦，啊无那些啊，口味较偏酸。出门直接袂枵呢。我即摆辣辣的，就较袂啊。你做点顶管放醋啊？我都袂记啦。好，等下来吃迄种绿豆蒜。超城较有名的绿豆蒜。好，行路啊，好。